着心还在跳，跟着节奏摇，血需要温度，谁让它燃烧？是执着的光芒闪到你发慌，别人说我疯癫，我说的是疯。出现像你的闪电，没人懂的语言只有我了解，摆脱地心引力你就是唯一，满天都是星星，我一眼看到，我一眼看到你。 Oh baby， 我收到你的讯号，今晚感觉对了就好，我的爱就有爆发。闪闪发光，我要给你，我要给你新的力量。哦哦哦哦，我要给你，我要给你爱的力量，你就会闪闪发光。我要给你，我要给你新的力量。哦哦哦哦。Oh baby， 我收到你的讯号，今晚感觉对了就好，我的爱就要爆发。我要给你，我要给你爱的力量，你就会闪闪发光。就没这么简单嘛啊！有一位非常大名鼎鼎的学员，他也特别为我们的哈林老师准备了一份祝福，请看。永远八十一，怎么看的？今天怎么谁都给我找麻烦呢？总是觉得哈林哥有他自己特别那种坚持的东西。可是今天要祝福的呢，并不是在事业上，我只是觉得，你看啊，我们仨都是幸福美满的，然后就到你这儿，你这属于残缺，对。就我一个孤老头。我们三个人呢，就是希望就是你也能够。能尽快的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好，谢谢，好，谢谢，这最好的。诚心金嘴，诚心金口，谢谢大家，谢谢。Wait a minute.
in the battle for the fall. Show, it's all good. It's streaming now. We're gonna rant in the edge of that cue. Yo, bang, gonna rob the bang, bang. Counting the queen, you get down and run.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re sorry. That is swept like a Harley, the moon of endless forever. If we hanging with bang, far ranking, he's slinging. And in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s, I'm singing.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程思佳。你难道你会被掌声所迷惑吗？我会。我们用那个掌声来给他一些参考值，好不好？从谁先来？从哈林哥先来。从我。好，觉得庾澄庆哈林适合做他导师的，请掌声鼓励。好像还可以啊，我觉得好尴尬啊。哎，你看我在衬托你们呢，你还啰里啰嗦说我尴尬。可是我的下场也没不会好到哪里去。试试看啊，娜姐。觉得娜姐适合的，请掌声鼓励。也没有好到哪去啊。没有，只是尴尬，没有好尴尬。觉得汪峰老师适合的。哎，很明显汪峰的人在那边。在那边。觉得周杰伦老师适合的。好好好。刚刚我提了一个错误的示范。通通不算。可以这样。那个你自己决定，掌声跳过。我选择周杰伦老师。对嘛，完全不是铺垫。对嘛。圣诞节剩下的人的圣诞节，爱情废柴最好留给我下期许，这么碎，这么刚好，这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淡淡忧伤还是最美，剧情是你在写，有点误解，我们之间踏着雪，不知不觉走了很远，绕着圈，我盼你点起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哼了一千遍，千篇一律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唱着唱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爱，只唱你爱。Goodbye 痛快，哭个痛快，曲终人散，你也走散。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我的离开还那太快，我的依赖在耍赖，眼泪打转，转不回来，
你的笑容灿烂。踏着雪，不知不觉走了很远，绕着圈，我怕你点起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哼了一千遍，千篇一律，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唱着唱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卖，只唱你爱。Goodbye 痛快，哭个痛快，我曲终人散。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你的离开来得太快，我的依赖还在伤害，眼泪打转我转不回来，你的笑容快痛快，哭个痛快，曲终人散，你也走散。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你的离开来得太快。我叫侯志斌，侯志斌，这是周杰伦最近刚刚上线的新歌《床边故事》，对不对？对对对，他很显然是周杰伦的死忠歌迷。那也不一定啊，不一定。选周杰伦的新歌来唱，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因为他还没选我，不能这样说，不敢不敢乱放话。我是我啊，我从小学的时候就一直开始听。这个可以帮我升回去吗？杰伦，开玩笑，你要慢慢习惯，你要慢慢习惯，慢慢习惯。OK OK。我哥哥也非常喜欢杰伦老师的歌。你看，如果你要我的战队，我连你哥哥一起训练，怎么样？今天还要抢人吗？你觉得要不要抢一下？我觉得，我都不敢再问了。哎，娜姐，这个人唱我的歌，这肯定是我的学员的。不，有的时候惊天逆转也不是不可能的。今天逆转，我跟你讲，如果这个逆转，这就是大头条。对，今天就是出了大事儿。对，你会红的。哎，你这是另外一种诱惑。对，你会红的。如果你去娜姐那队，肯定会红。但是呢，他下一句话就是要来我的队会红得发紫，我替他说，是这个意思吧？好了，你的选择是，所以我今天的选择是，那英老师，你看，哎，怎么样？太搞笑了！来了，我猜到了，我猜到了，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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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对于唱我的歌，我都有点紧张了。紧张了哈，好不好？以后我们还要不要问他听谁的歌？要不要问？我听谁的歌不要问啊，不要问。对。充满鲜花的世界。
怎么样？你摁了吗？你摁了吗？这个你摁了吗？摁了。杰伦同志，我跟你讲，你们会后悔的，他唱的太棒了。我干嘛后悔？我有按。来，介绍一下吧。我叫徐歌阳，我来自沈阳，今年20岁。其实，汪老师，你的对象很多，就是这个类型的，要不要把这个类型的给我？No no no no， 我的对象太多了，会不会？我现在对象的女生没有一个这个类型的，这是事实。你是说长相还是说 ？No no no， 唱的歌曲和声音，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我可以把你做得非常棒。这种 rock 的杰伦很少排啊，我很少，你要注意这件事情，我很少。哎呦，他很长。不要去他那个队。怎么汪峰有一种被围攻的感觉？刚刚汪峰老师一直在说的时候，其实我跟娜姐都有点紧张。对，我的选择是汪峰老师。耶！太棒了。来隐藏，如果你现在不想继续这样，不想再压迫心脏，就马上跟着我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别等待，一起来，一起来。Michelle Pfeiffe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hood girls, them good girls. Straight masterpiece. Silent, wildin', I've been living it up in this city. I got Ja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I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I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en. I'm too hot. I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See my name.My fans about that money. Girls, it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it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it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gonna give it to ya. Said Uptown Funk gonna give it to ya. Uptown Funk gonna give it to ya.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Yea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Come on.
家好，我叫阿瑞。阿瑞，我从澳门来，中国澳门来。阿瑞，你平时都是玩什么样的音乐？哦，我喜欢两个，中文歌和英文歌，这个两个，因为。你的回答特别好。啊，你认识我们四位导师吗？对。什么？他最喜欢说的字就是。对，哈林老师的歌，我觉得你写很多很容易记的歌，我觉得在我的心里你是中国的 Michael Jackson。 对，哇，评价太高了。那英老师，我听你的歌的时候有时候我听不清楚这个听不清楚啊，我唱的也是中文啊。他的意思是从吐字来讲他更听得清楚周杰伦的。不是，我明白。开玩笑，进了我的队，相当于杰伦所有的资源还有杰伦老师自己也会来一起帮你。会吗？好不好？一定。等一下，杰伦，你会做这种事吗？一定会。我会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很喜欢帮倒忙。对吧，学中文这件事情，这个老师他咬字挺清楚的。我们的中文也是很棒的。我们的中文怎么样？如果你觉得我的中文不好，请找这位的中文，那英老师，是不是？那英的老师中文是非常好的，是不是？来个绕口令，怎么样？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皮儿。你这是帮倒忙。我的选择是，我要飞得更高。想不到，是不是？哇！太棒了。哎呀，剩下一个桌子，桌椅叫成了故事，今天是狗陪的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变成了只燃烧自己，只为找到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从不觉得你讨厌，你的一切都喜欢，有你的每天都新鲜。有你阳光更灿烂，有你黑夜不黑暗，你是白云我是蓝天。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野花陪你一起看星摘叶。真的好，秋天黄昏绿林长下在金色麦田，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嘿，大家好，我是来自德川的自牛剑，地点打掉山的自牛青二甲风声剑，因我甲高声特别掉山，冲出世界，苦脚跑车，跟着我一起。
会有收获。所以导师好，我叫姚希，我有一个乐队，然后我是拉二胡，我负责改旋律。啊、你一讲二胡，周杰伦就说：“哎，我的中国风。”是吗？不对不对，我觉得啊，我的中国风。我的选择是哈林老师，猜到了。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觉得是他自己弹的。我们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面对永恒的回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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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们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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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可以抛弃，什么也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雨多少还是像梦随风远去。些美丽的借口。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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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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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亲爱的我
我永远不分离。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我叫朴翔，今年26岁，来自中国最西北的城市新疆塔城。你看他26岁啊，他其实挺沉稳的。这些歌应该说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的。这个歌真的对我影响太大。你知道罗大佑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啊，没有人听过那种嗓子。你曾经拥有我。那你18岁的时候听他唱，你是吓死了？我觉得太爽了，表示我也有机会了。那我们那嗓子就不是当时能够被接受的声音嘛。我觉得好男人首先得爱他的母亲，不是天天骗你的妈妈开心这样逗他。男人，哎，我写了一首歌叫《你算什么男人》啊，所以你讲到妈妈，我也写了替妈妈的话啊。我选周杰伦老师。
You chase me, but I'm not to be.你说他得多爽唱的，是啊，我都爽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有到你这四个椅子同时冲下来，有史以来哦，有史以来。来啊，我叫赵小西啊，我今年26岁，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仔。当然说刚刚前面的假音的时候啊，我们四个都已经全冲了，后面老实说他的真音其实也挺不错的。对啊，所以这个学员我要了。你这哪叫讨论呢、啊、对，导演有这样就自己决定了的吗？对呀、啊，我个人觉得我对假音真的是很有研究。你知道假音除了啊粗的还有啊变成青蛙是吗？不管来了，我们以后就封你一个海南假音王子好了，好不好啊？来我的战队，我给你惊喜。我跟你讲，你来我这里，我才告诉你惊喜是什么。但是三位导师每次都问什么惊喜，到底什么惊喜？惊吓吗？来了才知道，来了才知道，是吧？对，他的表情比讲话还好。我想要说，你可不可以用表情来暗示我们几位导师，你心目中的人选？用表情，如果是哈林哥的话，哦、oh. ，我怎么有一点害怕？我有一种危险的感觉。如果是娜姐的话。啊！哎呦，哎，嘴巴有撅起来哎！如果是我，哎呦喂、哎！你怎么反应比他还热烈啊？我很需要你的。如果是汪峰老师的话，哎呀，皱了一下，比较严肃一点，严肃一点。好吧。周杰伦老师呢？哎，啊，不错哦。哎呦，不错、哦。哎呦，我不去哟、哦。哎呦，哎呦，我不去哦。对，哎呦，我不去哦。哦，没有，我们来听听你的选择是，哈林哥，是不是、哦、？Let's rock and roll。感谢收看法兰琳卡中国新歌声，欢迎登录中国新歌声独家视频平台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视频，欢迎登录独家音频平台听音乐支持你喜欢的曲目。